大家早晨，欢迎收睇星期三朝早嘅天气报告，我系沈志泰。今日嘅阳光都仲系唔错嘅。嗱，先睇睇咧朝早各区嘅低温大概咧就系23至24度左右。咁如果睇翻大范围嘅卫星云台就可以见到。嗱，虽然咧夜晚嚟讲就有一道云带咧覆盖住咧广东沿岸地区，咁但都可以见到咧云与云之间其实都有唔少嘅罅隙噶。咁我哋预料呢日间都可以见到唔少嘅阳光。嗱，呢一個比較暖咧，同埋有陽光嘅情況咧，喺嚟緊呢一兩日都會繼續維持噶。跟住咧，可以睇睇今日嘅天氣預測。我哋預測咧就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高嘅氣温大概就係27度。風嘅方面咧就會係吹和緩嘅偏東風。嗱，展望方面我哋預測咧嚟緊呢一兩日都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啦。咁日間咧天氣都會比較温暖嘅喎，咁大家要留意咧，去到週末咧同埋下週初咧一早一晚咧天氣咧就會係稍涼。今朝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，下次見。